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把这个烟猫给收一下啊、哦！要感谢今天现场所有的朋友们。本来我们还小小的担心说，糟糕，天兔来了。现在完全不用担心，在台北所有的好朋友们，大家可以现场感受到杨丞琳的被自己绑架，好不好听？好听。不是，其实唱歌露肚子很尴尬哎，因为然后又到丹田说绑架就绑架。然后根本没有人要听我歌声，因为就是看你看他腹肌，你看他，而且我刚才一用力的那个肚脐，还会那一张一缩，一张一缩，帮人家肚脐不会啊，肚脐不会，不是最尴尬的是，我今天就看，然后我就说，哎，我是男艺人呢，然后他们说，对啊，你是男艺人呢，但是男艺人不会穿上面这一件，是，我说那我脱掉，我不就是大家就明天标题会说反串十三年，终于回归本性，杨丞琳，回归，我以后是男艺人了，好不好？是在今天呢，我们刚刚有说，本来好担心今天会有风雨的关系，不能够开今天的这个签唱会，我今天普通担心，今天不然就没，哎，现在有雨吗，各位？我们。有风很凉快吧？话不要说太早，但是我今天普通担心的原因是因为我跟你站在台上，是不会下雨，完全不会下雨。我们要给大家最凉爽的天气，对不对？要恭喜杨丞琳这一张天使之翼，让所有的朋友们感受到好歌声之外，重点是哦，在全亚洲76个榜都获得冠军，很开心吧，杨丞琳？嗯。对不起，因为我可以露腹肌，但其实我从来没有说过我爱露肚脐，所以我其实觉得这边我很尴尬，肚脐我很尴尬。杨丞琳小遮第三点啊、哦，就是是好，你先帮我们保护一下好了，我先保护一下、哦，大家先目光先不要集中在下面，好不好？可不可以往上摇一 点？往上面一点，因为其实我的最快最漂亮，最漂亮在这里，在这边，最漂亮在这里。这片拿肚脐不要看，真的太好了。没有，因为今天是我宣传期的最后一天，所以今天结束之后，我没有要再练下去的意思，就开始大吃大喝。我要大吃之后就变很大，不行啊，不行！我们要让大家看到最完美的杨丞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有了好成绩，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改版专辑当中，要跟大家分享很多哦，我们在柏林很多精彩的照片，对不对？对，非常多。这个呢是来自柏林的明信片。里面有10张明信片，是。那我本身有筛选过，都是我自己很喜欢的，像是有在柏林围墙前面拍的，然后还有在就是某处街边之类的，我也记不起那个路名。对，但是大家可以带着这个明信片回到柏林去找找看，当时杨丞琳留下回忆的地方嘛，啊、哦。还有呢，这个是要给大家看到的，这个是天使柏林熊的磁铁贴。我刚刚有说了，可以把很多爱的小语贴在自己随处可见的地方，哈、哦。本身磁铁贴，我妈妈应该会为了这个。而不是为了 CD， 因为他有收集磁铁贴的兴趣，而且是跟我有关的，是对，就是常常外面会贩卖一些侵犯肖像权的那种磁铁贴，但是他都买回来，他就不小心买回来。我说妈咪，那个是完全是不可以买的，对，也不可以卖的，是。他现在有正版的，对。然后他说他要贴满整个冰箱，没错哦。我们今天呢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在9月底的时候，杨丞琳要成立这个 Love Rainy 的国际歌友会。先跟大家说很厉害哦，这是全亚洲第一位歌手用 APP 的形式成立歌友会。我们让工作人员将我们这个杨丞琳国际歌友会参加会员之后的福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哦。对，好，里面有很多的，杨丞琳往前一步还要堵住自己的肚脐。不是我，你放松嘛，你放松。我不喜欢露肚脐。肚子可以，脐不行。还是你把裤子拉高，拉到高腰的地方，可不可以？好，可以。高不起来呢，再高太高了。好，我们先跟大家说啊，第一个呢，就是这都是限时的好礼哦。想不想要参加杨丞琳的生日会？哎，明年生日会真的很哇哦！哎，远方怎么顶楼都喊了？明年生日会很重要，是因为我很久没有办生日会了。对。然后明年又是我恰恰好满30岁而立生日会，是，
所以要跟大家说啊，我们要连续六个月都加入杨丞琳的这个国际歌友会。好身手，是不是？我们练的身手是没有在练假的，我可能要扶好哦。对，因为风很大。是我们九月底开始推出我们的歌友会，一直到明年六月以前，连续六个月都要是我们的这个国际歌友会的会员，才有机会可以参加这个国际歌友会的这个我们的生日会啊。第二个呢，要跟大家说，我们在九月底成立歌友会之后，你要在一个月之内哦，要成为会员，就有机会可以获得这个太特别了，杨丞琳亲笔签名的 Rainy and Yumi 的写真卡。对，那请问 Yumi 也会帮我们签名吗？还可以盖掌印。哎，盖掌印，对呀、啊，可以可以。对啊，因为其实 Yumi 明年也要9岁了，所以就也算是年纪蛮大的狗。那我希望可以跟他有更好的纪念，然后这些纪念也可以给歌迷收藏。对，因为女生大部分不过9啦，我们让那个 Yumi 的10岁跟30一起嘛。哦，好不好？多棒！连母狗都有这样的机会，是不是？太好了，第一次听啊。我们人畜都照顾到啊、哦。好的，然后再来以后很多的这个其他的福利哦，包含是你这一片很大，你挡到我的视线。哦，对不起。你一直往前，我就一直往前，你的肚脐就会一直捅前呐、啊。好，第一个呢是 Rainy 跟Rainy 妈咪的影音闹铃，还有跟这个粉丝的悄悄话专属合照，还有这 Rainy 的 TV 独家放送。再一个，我觉得很特别的是我们的桌布的下载。哎、欸，我是想要先插话一下，是因为呢，也许有人是新加入我的嘛，就不还不太认识我。那个 Rainy 妈咪影音闹铃跟我妈没关 ，OK？ 我本身就是歌迷的妈咪，对，所以不是我妈哈，因为我妈妈会妹妹啊，起床喽，妹妹啊，起床喽，对，妹妹啊，这样子要上学的，不一样。我妈咪有台湾国语啊，没有没有没有，妹妹啊这样，但没有没有，妈咪本身就是我本人，所以你们不要觉得会获得我妈妈的哈，我的我的，对，好，杨丞琳本人的，害我刚才你要加一个 Rainy 的妈咪，还好没加哈。我们让大家看一下桌布下载可以下载到什么样独家的照片。而且保证是让大家看到比较，比如说海报啊，或演唱会的海报，或者是说像是那个大家看到的，比如说我们戏剧上的海报是不一样的，都是杨丞琳私底下很可爱的照片。我们来揭晓，看看是什么样的啊！来，请杨丞琳帮我们从那一小角上面撕下来，也让大家看一下哈，是什么样的杨丞琳？慢慢来，先看到一个猴子的耳朵，好的，太可爱了哈。让大家看到这样子搞笑的杨丞琳，好不好哈？所以如果你们只要加入了 Love Rainy 杨丞琳的国际歌友会，都可以看到那么多可爱的照片。那我有一个小要求，我们看到的只有半边脸，对不对？对。如果现在漏掉另外半边脸，整张脸让大家看，我觉得好像稀奇度也没有那么高。所以，既然你本人都来到现场了，你要不要给我们现场看一下搞怪杨丞琳，好不好？我绝对不要，因为明天的报纸，明天报纸都会登这个。我为什么我露那么辛苦？我腹肌练得比男艺人还厉害，我干嘛要给你们这些照片？我一定是甜美的、啊，耶！而且不但甜美，还是甜美露肚脐。我一定要很甜美啊！来，太棒了！就这样，就这样，我没有要便宜你们的意思。明天全部都要登我腹肌，我没有要这些的。杨丞琳，你现在真的有男子气概。你登我腹肌算，明天要登我腹肌，还要拍两下。阿勇北啊，阿勇北啊，动动两声。对，那个我们私自在那个给报社，不然他们，你们今天也白来了，这样好吗？对不对？我没有要配合，我配合了13年了，我今天第一次不配合。对，那你介意再拍一下胸肌，让我们拍一下吗？胸肌不是。我想说，胸肌、腹肌都是嘛，上下都拍啊。哎，我该软的地方还是软啊，你不要乱说话。我想说，出道13年，现场拍13响给大家看，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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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还真的会13响，我以前都有学啊。你现在表演吗？现在没有露肚脐，杨丞琳露肚脐表演13响。不要不要，这样明天都是，我还是要漂亮一点。对，还是要漂亮一点。我不要每次碰到你都这样子，我还是很漂亮，我是天使哎。她是天使，真的是天使啊！而且天使，我们不断的。